凯米台风造成各地出现淹水灾情，有民众在台风天就拍下高雄有一位好心的民众清理路边水沟排解淹水的状况。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妇人骑车经过，看到路边有积水，就把机车停在一旁，弯下腰用双手来清理树枝与垃圾等杂物。而这一幕被民众拍下po上网，吸引四万多人按赞。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